大角星讯息。2024年3月20日春分或秋分的能量。你们好，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当我们思考春分或秋分能量对你们的影响时，我们感受到了大量的兴奋感流过我们。你们正在进入一个在你们的生命和生命的路径中具有越来越大灵活性的时期，这些分时能量正在进来支持你们的转变，支持你们跳跃时间线。在你们跳转到更符合自己喜好的新时间线之前，你们也将有机会刷新自己当前所处的时间线。因此，你们不再那么强烈地感到自己正在放弃，落在你们身后的处于你们当前所在时间线上的地球和人类集体。当你们跳跃到一个对你们，对所有将与你们分享那个实相的人来说，更好的实相时，你们可以在你们起跳的时间线上添加一些东西。时间线只不过是一系列串在一起的实相，其中有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你们是因，你们是原动力。无论你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们都是那个决定自己在如何振动的人。因此，你们决定了自己处于哪一条时间线上。通常你们不会对自己刚刚离开的时间线多加思索，但是由于你们中这么多人都是服务者存有，你们希望对自己的世界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因此你们被赋予了刷新的机会。你们有机会在切换时间线之前，从本质上重新启动自己当前所处的时间线。现在，你们可能会想，我该怎么做呢？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敞开自己并接收分时能量。放松，要知道你们此时是一个巨大的受体，并且要知道分时能量正在到来。他们是为你们而来的，为了你们的最佳用途。然后，用你们的有意识的思维，选择自己想要体验的时间线。选择一条更和平、更繁荣、更公平的时间线，其中显化了一切为了过上快乐、自由、丰盛的生活你们想要的东西。选择一条时间线，在其中，你们可以放下那些似乎会拖你们后腿的过去，包括你们的前世、你们的祖先和他们的业力。你们可以把这一切都抛在身后。我们建议你们这么做，因为你们拥有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永远都在那里。在这里有一扇窗，这扇窗将会被猛地打开，并且一直敞开着，因为你们现在都在接受永久的而不是暂时的帮助。你们在那里不只是为了得到一次快速的修正或提升，你们现在在那里是为了自身得以转化，然后去转化其他事物。你们值得获得你们正在收到的所有助力。因此，要觉得你们自己值得接受这些分时能量，并且要知道，我们期望你们以任何你们想要的方式去使用它们。众所周知，你们是光与爱的存有，你们作为服务者存有而为人所知，出于对你们的信任，你们被委以重任，你们负责选择此时最适合你们的任何一条时间线。所以，现在是你们所有人都振奋起来的时候了，因为不论你们什么时候收到这则传讯，这场传输，你们都将从中受益，从2024年3月的分时能量将带来的变革中受益。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